郭问山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妈咪，虽然我和妹妹有时候会惹你生气，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好，我们会尽力在心算比赛中取得好成绩，不让你失望。妈咪，你辛苦了，但愿你永远青春美丽，身体健康，我们爱你哦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，爱爸妈99。